我们补充一点啊，补充一点，这是蒸发器的两根那个接管啊，接头，这个接头地方也会出现问题。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就是有时候啊，安装的时候啊，接头接的不太好，不太密封，因为这接头这段是个喇叭口啊，接在铜管上，然后有个铜炉母，后期我们会给大家看啊，就关于这个漏佛的这一方面会给大家看的，这段接不好会造成漏佛，会漏泄漏制冷剂，对吗？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这不是四扣嘛，对吧？这个地方大家也能看出来是这个四扣，四扣啊拧坏了。我们这个铜炉母啊，接头是拧不上去的，就是这个接头已经完全坏掉了。坏掉，我们可以采取什么办法呢？或者焊接，重新找一个这样的接头，焊在这个紫铜管上。这一段是焊接的，这是黄铜，这是紫铜，这两个接头都一样的啊，这是粗细大小不一样，焊一个接头在上面，或者直接把连接管的铜管焊和这个铜管焊在一起，直接把它焊上。接头去掉不用，这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，看情况，这样接头你是一般是很难买得到的，把它直接焊上，或者用一个双接头把它接上。后期我们会看到有个接头啊，不用焊接也可以把这个铜管和空调的连接管焊接在一起，这个连接在一起，通过扩喇叭口把它连接在一起，